中路，注意法师，注意在己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过真紧啦，自从咱讲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以来，今仔日呢已经进入了第六十天咯。那六十呢，咱这个台湾人叫做一甲子啦，就讲呢有六十天啦。也都是呢，两个月时间，看大家非常的精进，非常用功。那如本也抱着十二万分的随喜在赞叹，祝大家呢，会当福慧圆满。那么往生净土呢，高高正念现前，一生呢，都我都办完咱的生死。然后往生净土，听弥陀说法，早证无生法忍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家己讲伊个呢。那么现在请大家啊，拍开这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经文，伊个讲咯。有声闻菩萨，其数难量，不可清算。佛地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这是显示了声闻菩萨呢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意思，不是讲声闻数百个、数千个尔，基数无量，嘛不是讲菩萨在极乐世界呢，基数呢数千、数百尔，不是呢，不可清算啊，哪会当用语言文字去斗量算得出来呢？唔是叫做声闻菩萨，基数难量呢？可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声闻菩萨是无量无边的慈悲啊！所以呢，本文就是讲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甲菩萨，无法度去斗量，无法度去清算的。尤其声闻菩萨，乃至即个所有呢往生净土者。伊的神通智慧呢，非常的这个透彻，哦，通彻啊！神通广大就对啦，伊为神咱呢，非常的自在解脱，甚至讲有法度呢，用这手掌都有法度呢，持一切世界啊！一切世界能被伊一手呢所持掉的，表示神通原力自在意思啦。哎，你就有明辨吼。是咱上惊的，就是惊无得往生啦。如果乃当往生西方净土呢，何愁不能见弥陀啊？何愁无得得到大智慧呢？何愁无得得到大神通、大圆满呢？要达成恭敬誓愿，度化众生，遍在无碍呢，亲像桌顶个年甘呐。你来看。伊讲往生甲西方极乐世界，声闻菩萨无量无边呢、啊。那么伊地位神通原力自在啊，人呢一切世界是一将当中，你想看卖啊咧？所以咱敢会当无往生西方净土哈、啊？好，到底西方净土声闻甲菩萨偌济呢？咱运用《阿弥陀经》佛祖讲话啊，比佛。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复是算数之数量低，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
有无啊？讲了真清楚啊吼！伊讲彼佛就是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，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啊，甚至大家拢是正成阿罗汉的各位啊呢，毋是用这个计算或者数字会当了解就讲到底叫世界有偌济啦？吼、哦，这个我都了解啊，你讲罗汉到底偌济啊？伊讲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这个意味着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只是罗汉无量无边啊，甚至菩萨也是无量无边，无法度用语言文字只斗算会出来，估计会出来，叫做无量无边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，虽然讲话要有根据哈，唔通讲咧讲会出来就好啊。我运用各种经典，无非就是沁通的。西方叫世界的殊胜庄严，嘛唔是讲啊凭空杜撰的啊，咱要安怎讲就安怎讲，袂使有根据的，注意要听好。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正报依报庄严，修行环境呢殊胜微妙，常亲近三圣，听经闻法，肃静无生法忍，一生成佛。所谓呢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互相分析，互相增相，究竟转凡入圣。你来看，是往生甲西方叫世界呢？伊个正不庄严，依不庄严啊？哦，对西方叫世界，所有环境拢是七宝琉璃世界，以众宝所成的世界啊，是弥陀愿力。所摄持的清净国度啊，环境殊胜，也就是呢依报庄严啊。伊的正报方面呢，教主是阿弥陀佛啊。哦，所有呢叫世界有无量无边的清净大海，所有众菩萨拢伫遐，佮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佮真侪诸大上善人呢，聚会伫叫世界啊。所以叫世界正报。非常的庄严。搁换一句话讲，这个世界伊修行的环境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美妙啦。哦，你若烦恼的时，哎，只要背下肯讲佛法，你是不是恶习的时，手啊发出这声音，哦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道理，有你演说了37道品，有你演说了六道波罗蜜呢，手啊会恭敬说法。吼、哦、吼！你有殊胜，有微妙无啊？不但微妙，不但殊胜啊，难能可贵啊！真正百千万亿劫难遭难遇啊！咱敢会当无往生西方净土？无理由逃避啊！无理由放弃，互家己有这机会啦！所以有这机会往生净土，又搁在今世内底呢，互家己无机会放弃家己呢？无往生净土，是何等的伤心甲悲哀啊！所以讲啊，伫叫世界灵思想亲近着西方三圣啊，何为西方三圣？阿弥陀、观世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叫做西方三圣，思想亲近三圣啊。亲自听经闻法，听佛说话，有一天就亲证无生法忍啊。一生就会成佛的。那么，咱世间人讲一句话，哦，听你家弟呢，大快人心啊！伊讲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呢，有道理。你人啊，我伫红的所在，故咧身躯就搞甲满身躯红红红啊，身躯啦，各位呢，乌色的这个墨水落去，还是乌烟吞落去？无偌久，规身躯骨干咧乌飕飕啦。朱就是红的意思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哇，你身躯骨去乌墨咧，啊，规身躯呢，规身躯就乌飕飕。意思就是讲，你在某物一个环境，会造化一款人的，伊的品质出来。这个环境恶劣，你也无定力、无禅定、无意志、无坚固呢，你有可能互这恶劣的环境呢左右你的心智。不干呢，哇，
河流而同物矣啊！因主呢，你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！则怪天怪地怪别人啊！所以环境会当造化一人的腐败啊！那环境若好个咧，比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啊，环境好啊！教主是佛啊！你同参道友是拢完全是开悟正果会发生大事啊！所以无理由造业，无理由结恶缘，无理由堕落啊！参善知识斗阵，你听伊讲经说法，伊鼓励你、照顾你、关怀你。有一天呢，你嘛会幸福的时阵啊，叫做互相分析啊，互相增上缘啊。那么究竟一世的人都要转换入圣意白啦？安有道理无啊？有道理啊！所以一个恶劣的环境，会造化一人歹家浪荡。一个良好环境会造化一人呢，在大众人群呢出人头天啊！所以呢，咱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环境一流，师资一流，佛法一流，最后你也是一流的佛陀啦。安尼就清楚哦，一流佛陀。好，咱诸位菩萨，咱继续搁讲经文下，诸位拍开，听有无？佛语阿难，彼佛初会，声闻众所不可称计，菩萨亦然。如大目犍连，百千万亿，无量无数，以阿僧祇，那由他劫，乃至灭度，色相计较，不能救了，多少之数。譬如大海，深广无量，假使有人摄其一毛，以为百分；以一分毛占处一滴，以一银河，其所地者，以彼大海，何所为多？阿难别佛，彼所滴水，比于大海多少之量，非巧力算数言辞譬类所能比啊！佛语阿难，如木莲顶以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皆比初会声闻菩萨所知所者，犹如一滴；其所不知，如大海水。哦，真长啊！不过这是款譬论啊，容易了解。注意，唔好烦恼哈！哎，如本讲伊听，佛祖伊就甲阿难尊者安尼讲咯，讲阿难啊，阿难，阿弥陀佛啊！伊最初伊讲经说法伫极乐世界呢，叫做初会啦。阿弥陀佛伫极乐世界头一次讲的佛法叫做初会。那么伊头一次伫极乐世界讲经说法，讲来声闻的弟子啊，伊数以太济太济，不可称计啊，估计未出来，算未出来，计算未出来。不但声闻无量无边啊，菩萨伫个所在听阿弥陀讲第一回时，也是无量无边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，伊个讲，讲伊哩目犍连是我佛陀心中第一的大弟子哦，哦。伊目犍连里呢，有百千亿无量无数，哦，无量无边的目犍连的大智慧就对啦。经过无量亿劫的时间呢，乃至你密度共同要计算呢，讲叫做世界，我弥陀在这说法的时，声闻甲菩萨到底偌济呢？你无在调，无在调计算会出来，到底数字偌济，你无多知。爱听有无？伊有安怎卖记阿难，卖记目犍连，记富罗那尊者，记娑婆提呢？独独记目犍连呢？因大家象征性个目犍连是佛祖，伊神通第一，讲神通、论神通、说神通啊，以目犍连的神通最为第一。所以佛祖若拄着足济困难多、敌难多呢？拢用木建连来作为呢，譬如讲木建连是我神通第一个啊，吼、哦，伊神通飞天遁地，
精通十八变啊，能了解过去未来无量劫啊。那么伊目犍连做譬论啊，讲伊无量无边的目犍连呢，哪怕是经过无量一劫呢，一直甲你灭度呢，都无在条计算讲极乐世界呢。到底我弥陀个说法的时啊，这初会声闻甲菩萨到底偌济啦？你无在条估计出来，安尼注意清楚吼，佮听好。伊就做一个譬论啊，讲譬如这大海海水，又佫宽又佫深，量又佫济啊。假使有一人，哎，扭一支门起来，分做百分，在百分内底呢，用做一分起来，就讲较白，用一支毛啦，为海水呢，甲运一个起来。你会想看咩？哎，念一个念一支毛，运一个海水呢？你会想看咩啊？伊这点的水，含大海的水来比较，对一个较济啦。哎，注意听有无？用一支毛啦吼。哦，人摸还是狗啊摸，就不要紧，就门就好啊。用一支门，海水甲运一下，哎，这点的海水较济，还是大海内底海水较济啊？当然，这个小可有脑筋人嘛，知讲一定大海海水较济啊。哎，问题出来，阿兰就甲佛祖讲，讲世尊，必说地水啊，非比大海多少之量的，非。巧力算数言辞譬如数量低啊！伊讲这根本都无法度去比较诶，迄大海水遐尔啊济啊！啊，门甲哦，吸一个海水，当然一滴海水量太少了哦，少甲根本都无法用语言文字譬如呢去形容伊比咧，伊比咧比袂出来，啊，无法度去了解，诶、欸。佛祖就阿兰尊者讲，讲阿兰尊者，阿兰尊者，就如同目犍连顶呢，伫百千万亿万亿劫内底呢，想要了解到弥陀初会声闻菩萨呢，伊的数据想要知呢，就亲像讲大海的水一滴，含大海的海水去譬如呢，迄、那个经营就丢啦，无法度去了解，安尼就听有吼。所以我做个譬如，譬如讲呢，惊天动地啊！这个譬如，让你感觉用咱凡夫的脑筋去譬如，也譬如袂出来。不愧是人生导师啊！所以呢，去听望你要成佛无简单呢。那所以佛讲出来话，拢是惊天动地啊！讲一句较世间人话呢，你目灭世界啊，口开吞地球啊！吼呢，一嘴一开呢，江洋大海海水输了了去。伊这批论呐，这毋是妄讲，毋是讲布地语，这表示讲，迄个大智慧在形容一件代志呢。伊款形容的智慧呢，是高智慧的，哦，是高难度的。要形容到这个位出来，这普通人先想都想袂到啊！你想看卖啊？可见呢，阿弥陀佛伫这个世界初会去讲经的时啊，这声闻甲菩萨呢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哦，有做唔到譬如讲，那么大海的水一滴，含大海所有的海水都是较济啊，用这个譬如呢，哦，你要了解呢，声闻甲菩萨的叫世界到底偌济，百千万亿劫，先算就算未出来啦，哎，注意清楚吼。那么这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弥陀初会啦，这个弥陀初会就是讲。阿弥陀佛叫世界成佛，头一次是叫世界恭敬说法的印象诶，为十方无量世界来的，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甲天人呢，有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注意搁听好，初会的圣众有无量无边呐、啊。那么叫世界呢，伊太有法度含容纳呢，以后搁来所谓圣众呢。这问题提出来思考一下，有影？哦，啊，头一回阿弥陀恭敬人就无量无边啊！啊，以后咱太我都客入去啊，以后太我都融入入去叫世界啊！这是每一个佛的弟子伊所带来的旨意啦，无唔对。叫世界，你会了解？
迄是阿弥陀愿力所化，化者无有边界，深者无有限量啊！所以净土是相当阔。又讲譬如讲啊，如虚空的阔，如大海能容纳一切河川啊，又偏的譬如啊，所以河流较济来，经过所有溪流呢，一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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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个大海呢，大海也袂堆满起来，嘛是呢不增不减啊。虚空阔，阔到无有边际啊！安尼你外一人个钱里面呢，这虚空袂嫌少伊，外只河呢落位溪流落去，溪流的水百千万条呢，流大海，大海拢甲容纳落去啊！这是譬如的话啦，安尼知影吼？可见极乐世界相当宽呢。伫这往生论呐，世亲菩萨伫讲话啊。关闭世界上，超过三界道，广大无边际，究竟如虚空。伊就是讲得足清楚啊！用咱的智慧眼的观看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点点滴滴，伊这环境呢，超过这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伊种种的庄严，看甲像虚空呢。始终你无才调，伊到底伊编制扩到什么程度啦？你想看卖啊？所以毋免烦恼讲，咱往生叫世界，大乘往生之人就是无量无边啊！咱去敢乞下来，还阁有咱的分母，你放心。哦，用究竟如虚空，无有边制啊！太快太快嘞！安尼最清楚吼，毋免烦恼。好，自古听下。下面咱继续去讲经文，伊安尼讲话咯。尤其国土七宝珠树啊，周满世界，金树、银树、琉璃树、玻璃树、珊瑚树、玛瑙树、鸡骨之树。那么这就是所讲的七宝啦。这七宝呢，到处都充满伫西方叫做世界。这是单独纯粹一款宝所庄严的，有金树，叫做世界规丛的树啊，拢总是金啊，吼、哦、叫金树，规丛拢总是银白银啊，叫银树，规丛拢是琉璃树啊，规丛拢总是呢玻璃树，吼、哦，规丛拢是珊瑚树啦，规丛拢是玛瑙树，规丛拢是鸡骨之树啊，无其他的宝呢。佫掺杂伫即丛树内底，单独纯粹呢，是一款宝而所成的树呢，叫做纯宝树，安尼最清楚吼。你若要看这树啊，我放宽注意，各个往生净土都看得到啊，绝对呢包括满意的啦，太庄严的咧。像讲我常讲一句话啊，我有开悟无开悟，有见过无见过，总是呢。我绝对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观念意志始终不变。这个其他呢，对极乐世界给它定落去，就像牛啊呢，更偏了白条绳啊，定伫其他，你去走去。我往生净土的心情呢，叫做呢，归心如箭啦。我往生净土呢，不定是经济下水同款。咻就射出去哦，无经过呢，零点一秒，啪出来呢，直接呢，无考虑，无怀疑，无质疑，无依依不舍，无贪恋世间，就经济射出呢，无障碍，咻一下，直接往生个叫世界。所以往生叫世界心情呢，叫做归心如箭啦。你听有无？我归往生叫世界心呢，就是经济呢。毫无障碍，毫无扰乱，无任何一个死角擦，咻一下，归心如箭。然后往生到阿弥陀叫世界啊，听阿弥陀讲经，我若开悟证果，证成无生法忍呢，阮嘛是要搁在娑婆世间、十方世界去普度有情啊，度众生的心无变，幸福的心无变。要大家呢，辩才无碍，智慧无穷，愿力自在，一心不变。
你读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随个听好。下面咱继续阁讲这个佛说无量寿经，大家看经文下，伊安尼讲咯。佛有二宝、三宝，乃至七宝，转经合成。佛有金树、银叶、花果。佛有银树、金叶、花果。佛有琉璃树、玻璃微叶、花果亦然。佛水晶树、琉璃微叶、花果亦然。佛山乌树、玛瑙微叶、花果亦然。佛玛瑙树、琉璃微叶、花果亦然。佛鸡骨树、众宝微叶、花果亦然。佛有宝树、紫金为本、白银为经、琉璃为基、水晶为桥、珊瑚为叶、玛瑙为华、鸡骨为石。佛有宝树、白银为本、琉璃为经、水晶为基、珊瑚为桥、玛瑙为叶、鸡骨为华、紫金为石。佛有宝树、琉璃为本、水晶为经、珊瑚为基、玛瑙为桥、鸡骨为叶、紫金为华、白银为石。佛有宝树、水晶为本、珊瑚为经、玛瑙为基、鸡骨为条、紫金为叶、白银为华、琉璃为石。佛有宝树、珊瑚为本、玛瑙为经、鸡骨为基、紫金为条、白银为叶、琉璃为华、水晶为石。佛有宝树、玛瑙为本、鸡骨为经、紫金为基、白银为条、琉璃为叶、水晶为华、珊瑚为石。佛有宝树、紫骨为本、紫金为经、白银为基、琉璃为条、水晶为叶、珊瑚为华、玛瑙为石。吼、哦，注意啊！绕绕长长绕绕哦，但是这些文章不难明白啦。总讲一句，这就讲一树多宝啦。这句话就一语道破，一针见血啦。一树多宝，从一丛树啊呢，是两宝、三宝甚至七宝共同所庄严而成的。那么头前有介绍，所以有放袂记得无啊？头前遐经文有讲。讲一丛树是纯粹一款宝，庄严而成啊！即丛是金啊树、白银树、玛瑙树、鸡骨树、玛瑙树、玻璃树、水晶树，有无啊？迄单一宝所成的树啦。那么后壁这段经文是指了哪？一树多宝，一丛树啊呢，有呢两款宝、三款宝、哎七款宝呢，来符合。庄严而成的，叫做一树多宝啦，安尼对就听有啊啦。唔，你经文遐尼长，遐尼济，佮文言文，你又转较酷细哦，就你感动个哩哦，安尼叫做可怜哦。那么经过我一语道破了后，你看这经文就不难明白啦。我所以讲啊，佛有金树啊，伊个叶啊是金，是啥？白金色个。啊，这树干呢，这树头是金啊树的，好有无？伊就咧讲啊，讲叶子啊，这丛树啊是水晶树，可是呢，伊是琉璃的叶啊，哦，那么伊水果呢，嘛是七宝所庄严的啊，好、哦，伊就咧讲啊，伊讲叶子是呢，伊是鸡骨树啦，鸡骨树，但是呢，伊众宝呢，叶啊所成的，叶啊有。啊，泉州马路金银琉璃，哦，各种个宝出庄严啦。哎，伊就阁换一个角度来解说啊。讲后者是呢，伊这款个宝树啊，是琉璃为根，哦，伊本就是根的意思啊。水晶为树头，
哦，山芋呢为枝，玛瑙为一枝末，哦，枝久为朽啊，哦，枝金为华，白银为饰啊，白银就是伊个银料，白银呐，哦，水果用个银，哦，庄严所成的。有人讲，哦啊，感觉安尼作人啊，刻板式的呢。古怪树啊，它拢金银玻璃、钻石拢七宝所成的，哎，根本就无像树啊，啊无充满着这生命活力，无朝气啊，哎，它有古锥咧，有人讲的啦，我讲的嘛是有道理的，这是完全是讲，因众生的精神对这七宝真喜爱，所以你若无爱安尼，讲我将树啊要给伊呢，做青啊树呢，我这边五味松呢。我这张树要给香酥树呢，我要给橡胶树呢，哎嘛是可以，随心所欲。这是按照众生的习性习气，你爱报嘛，所以阿弥陀佛应你的需要变化之后，你看的啦，哎，你注意清楚无啊？嘛是一贯的艺术就对啦，要引你去叫世界，叫做仙与玉勾牵呐，佛令入佛智啊，就是这道理。这有办法哩。哎，你真介意就去哦，跟你想去哦。啊，最后慢慢嘞，阿弥陀佛讲，既然来叫世界呢，慢慢甲你教导，慢慢甲你启发。有一天呢，你嘛是会成佛的时阵啊。但是要你成佛以前，众生有这欲望啊，爱看这七宝啊，金银玻璃钻石、奇珠玛瑙啊，伊就变现宝给你看，拢宝树，哎。这是应了众生的需要，伊才设立。啊，你若讲去叫世界，哎呀，七宝树拢无爱看啦，人阮要看这，这盆仔镜内底一穿啊，哎，就变互你看，我乃当如你所愿。我爱这七叶松哦，五叶松哦，二叶松哦，伊就变互你看。你动什么念头，就变现什么境界出来就对啦。但是变现的境界，拢袂互你作业的，这点乃咱安慰的所在。会当放心的所在，对情绪吼，好，固定好。树啊呢，这树啊，树啊是为两宝、三宝乃至七宝啊，合法而成啊。那么本者是树根呐，伊个根者是树干呐，树干就对吼。枝是树个大枝，条。是树枝本出来的细枝，实是树啊所结的水果类啦。每一丛树啊，都是由七宝互相合成，稀有珍贵啊。你知影吼？我拄仔讲过了，许众生伊需要，应个众生需要。啊，你解脱的人呢，这物件可有可无啦。但是凡有众生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每一个人开悟证果啊，还有中下阶段的，甚至有人开悟证果，嘛佫有喜爱这金银琉璃玻璃钻石的习性，嘛是佫有啊，应你的需要就对啦。可见阿弥陀呢，足了解咱人的心情，足了解凡有众生的习气，然后按照这习气呢，引导你入来佛道，来最后给你启发。我咧开悟真久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度啊众生有无量的宽卡方法啊。按照众生的根基呢，观基道教，哦，北疆语有一句话讲讲因材施教啦，就是这道理。好，仔细听好，佮看经文下，伊咧讲哦，行行上得，精精上望，枝枝上准。孝孝相向，花花相顺，时时相当，应是公要，不可胜失。那么要注意看有清楚吼。好，咱安尼念一本文言文啊，听咧家己真正假。咱讲做白话文下，我消文一遍注意听哦。极乐世界会保佑呢？一行一行都互相对得啦，一手经一手经呢，都是互相看齐；一手机一手机都是互相对准；一手晓一手晓呢，
都是整齐互相对象，一蕊花一蕊花啊，都是处地相顺，一果实一果实都是配地相当，呈现得色彩光耀夺目，无可能看会完呐、啊。安尼最清楚吼，这经文讲得足详细啊。简单讲拢，记录世界宝藏呢，一行一行哦，好摆甲非常的对得啊。看出敌人呢，看得非常整齐。伊个树头啊，树干呢，一树干一树干哦，好看非常的看齐就对啦。迄一树枝一树枝，互相真对准。吼、哦，一树叶一树叶呢，非常的整齐，互相对应。一朵花一朵花呢，啊，有处地相顺呐。一粒水果一粒水果呢，配对的甲地非常相对啊。你想看没啊？那安尼讲起来，这完全呢，照着众生的心意识，爱看啥就会当变成啥。有一挂人爱清气性的，爱整齐性的。哦，看你个地呢，心凉鼻透开啊！各色各样啊，各类，你要看什么形状，会随心所欲。我你看未尽，看未完，一种种的七宝庄严的这景色啊，你看未尽，看未了。是往生净土，好处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好，注意个听好，在这所在哪里讲话啊？有人会问呐、啊，问安怎你敢知啊？来，注意听哦。讲世人呐、啊，上重朴素，净土何贵不严呐、啊？哪问这问题啦？意思讲，哎呦，啊，学佛的人唔是叫咱在较朴素诶，哦，唔当是过虚荣，唔好贪恋世间诶珍宝七哦七宝，唔好想过贪恋呐。啊，反倒转来，进入世界。哦，有七宝琉璃庄严的清净叫世界，安尼是反倒等下反贪、反虚荣、反贪念，安尼是毋是有问题啊？会人会质疑这问题啦。讲世人上重朴素啊，那么这净土富贵不严啊？反倒等下用较庄严，安尼是会当何一人净界贪心贪念呢？不但无朴素可言，反倒等下净界人的贪念啊，安尼无朴素伊啊。互人虚荣伊啊，吼、哦、爱占我一路点伊啊，注意你放心，这有两款的意思哦，听好，出于良意啊，一家上帝之人，伫一切为心所作，心静透静，其心无著，这样呢，便能庄严净土，生息众生。二者呢，中下根基之人，以其念世乐啊，不如念极乐。先以欲高浅，后令入佛地，正如基门波乱之凶，处暗多光明之境，厌离沙婆，心求极乐。处是方便接引，佛之悲心，铁骨。说话呀，安尼就看真清楚啊，无啊。那么为安怎叫做世界用到遐尼庄严啊？七宝琉璃世界啊，咱修道人都爱朴素，唔茫虚荣，唔茫贪恋啊，唔爱有受气流露啊。反倒等下叫做世界遐尼庄严，道理在哪里啊？哎，伊就因讲啊，有两款情形。第一，你若开悟见过上顶利其人诶，伊知这。哎呀，叫做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吗？哦，上是恭敬土、方便有余土，乃至呢完整动机土啊，四土其中嘛。众生的境界呢，拢是唯心所现呐、啊。这嘛是阿弥陀伊本来原力所变化的嘛，伊清楚嘛。只要心静，土就静啊；心不静，土就不静嘛。伊清清楚楚。所以心就袂爱染叫做世界任何一个庄严的景色，那无安尼为者，不免为上顶利其人啊！哎，清楚吼。那么过来，你若具备这个条件人，你就袂讲这个话啦。
你去到世界，毋是为了咧贪享这个世界种种荣华富贵啊！咱去遐就听后面都讲经说法咧啊！只是有部分中下阶层的众生根基也未到遐，所以佛祖较神啦，叫做仙语遇过天啊。比如你要掠只鸡啊，你无了一百米哦，鸡啊唔卖入来就是唔卖入来呢。阮细汉捌掠鸡，安怎掠呢？买一个鸡公鸡母，用一个迄个鸡打，吼、哦，一只人啊，多少人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甲野米啊落，啊，这鸡打用咧等伊啦。野米啊落了，鸡啊走来，然后用这鸡啊，这鸡打甲砍落呢，就掠着啊。所以讲呢，掠一只鸡啊，爱了一百米啊，无一百米，鸡是掠袂着啊，爱付出啊。你个啥？因为鸡啊戆戆，唔知人要掠啊，要用鸡打要砍啊。哎呀，众生佛是安尼听有，啊众生你无啥就伊卖来救世界啊，所以佛祖有无量善巧方愿呢。你爱金啊、钻石、玛瑙、哦、琉璃、水晶，爱七宝啊，安尼佛祖拢，我救世界有哦，当嘛有，你爱都有啦，随心所欲啊，哦，你今日无在咧想出来尔，来想出来，救世界拢有。哦，但是这是对着中下阶层的人啊。有人好，你讲我中下阶层伊不好呢？我是上紧二期的啊，上紧二期人，你敢袂爱金啊？你敢袂爱孙中山？袂爱金钱宝物？这凡有众生，啥物人特别能讲是上紧二期的啦？哎，人人爱钱啊，爱财产啊，爱富贵啊，爱荣华，这是每一人的流露个性。所以讲啊。这个世界的设定就是佛祖以无量宽广方法，伊讲对着这中下根基人呢，伊爱念世间的种种欲乐，不如呢来念西方叫世界快乐啊。所以佛祖伊就讲啊，伊讲先以欲过千呐、啊，复令入佛智啊，用这欲望先乎你，啊因来叫世界了后，再慢慢恭敬说法来乎你成佛啊。就像是讲一个人啊，哦，巴肚枵到要死去，听讲哦，遐有饭通好食，有菜通好食呢，哇，就起欢喜心啊！用即款的意境就对啦。比如你生活伫咧足乌乌暗暗内底啊，哦，形容讲对面有一个光明呢，你的潜意识无经过脑筋的思考，即是用强的、用冲的、用拼、用浪的呢，都走到咧光明的所在去，在乌暗中想要得光明啊！巴肚枵当中，希望当知己一个啊，无唔对。啊，众生伫三宝世间苦难无边啊，所以咱常佛门一句讲啊，苦海无边啊，回头是岸啊。知影吼？苦海茫茫渺渺，世间无常幻化，何处是咱家乡呢？所以三宝世间爱厌离啊。然后咱伫苦难的世界。人人拢有希望，会当得到一个清净解脱庄严的世界啊！所以佛祖的用意就是安尼啊！啊，既然三宝世间无爱厌离，吼、哦，一心求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完全是阿弥陀方便的接引呐、啊！哎，你对清楚无啊？是讲佛的悲心呢，彻骨说话，那世间人讲啥？啊，菩萨。悲心彻骨啦，眉毛拖地啊，就是这道理。哦，悲心透骨啊，哦，彻骨啊，无非就是呢，种种宽卡宽卡方便，无非就引导你呢来西方叫世界。迄、那个所在，你要爱啥就有啥，这是方便的头一站啊。第二站了，我们都看你来啊呢，伊就给你恭敬说法，看你根基深深，就是说这个无上大法。互你开悟证果成佛啊！这完全是佛的方便接引，悲心彻骨的见证呢。哎，你对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随个听好。下面要讲话哦，众生还未开悟证果以前啊，决定以境界暂处呢，都关机深浅啊。这个关机深浅呢，是众生以智慧愿力悲愿。有关系的，所以有人地位真高啊，有人做愿力的啊，有做慈悲心的啊，哎，有关系，甚至开悟证果的境界也有关系啊。
唯有大家分的才是究竟圆满。在这所在，我要讲话啊。佛祖一见往生西方净土呢，无非就是安怎？咱伫这三宝世间，只会苦太济太济了，苦难是无穷无尽啊！注意听好，咱伫苦当中，你唔知苦呢？啊，你造业当中，你唔知造业呢？你伫受恶杂烦恼痛苦时，你唔知人醒呢？你认为讲这是应该啦？啊，我食苦是应该啦。啊，生活伫迄个无水准的当中呢，你不得不讲呢。所以呢，咱的品质看不做无得比，咱的心境无得看不做比，咱的战处呢无得看不做比，咱的境界无得看不做比，咱的心的清净度无得看不做比。所以这种种这问题呢，拢是凡夫伊生活伫误会不清净的当中，伊犹原不能自觉。所以佛祖来人间，无非就是唤醒众生呢，沉浸伫这个五欲尘，搞甲规身躯垃圾里头，像麻里佬共款。希望你会当伫个误会不清净的当中呢，高高连明人觉醒倒转来，能自觉，知影世间幻化无常，毋是究极因性不变的世界。你爱修行，就要开悟真久。佛祖用意在这所在。咱人佛祖看人，看佛的比较是安怎呢？就亲像讲，便所内有虫啊，哦，伫厕所内底古早时代便所有虫啊，便所虫啊，诶，这便所虫呢是相当啊垃圾的物件，可是虫伫便所内底有屎行个只，有尿行个游液，呼，伊足欢喜啊，成是世界啊，快乐无比啊！唔过咱人你看卖哎，哎呦，你便所看那虫都强要吐出来，都垫片啊，目睭放起起，惊看到那大便小便吼一吐咧，扛袂掉啊，想要呕吐啊！哎，唔过对虫来讲呢，哦，我大故事的是哦，这屎这尿是个无上的珍宝啊，无上的珍宝啊，你个摕掉，伊给你抽给你掉啊，你人无。不正经哦，这是我饮食是最后的重要呢。你个铁雕，好你完全咁激动啊你！吼，注意想看袂啊，在咱人看便所的虫，非常如此可怜哦。就如同佛祖呢，看咱凡夫众生，沉浸伫五欲六尘内底呢，不能自觉。佛祖嘛看真怜悯，真同情咱呢。但是，伊教咱来修行，来了生脱死，你会反感哦。佛祖，你闪一边去呀、啊！啊，有女色，有人吃，有人穿，有人滚，有人跋烂，有人沉浸于这世间，哦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你闪一边去吧，佛祖闪一边去，你就好掉去。就亲像讲，咱人看便所内底虫，虫个可怜，真垃圾不清净啊，真无耻啊！啊，虫会讲咱，你人嘛闪到一边去啊！这是遐尼好食的物件，你怎叫我走呢？伊也不服，也不满意，你完全咁激动啊！哎，就清楚吼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批论一直甲伊推演呢，就能了解世间真侪真相走出来。我特别讲话啊，所以修行人伊品质提高，心境提高，战处提高，境界提高，清净度呢，是要开悟正果呀。所以世间人的品质、心境啊、站处、境界呢，都无都跟修道人的心境去较量、去比较啊，哎、欸，就清楚吼。所以往生到世间是同款啊，世间是艰苦啊。佛祖讲：来吧，来吧，来我西方叫世界，就免伫世间沉沦、受苦无量，哎、欸，就清楚吼。哇，时间到咯。想要讲话当中，时间又阁无允准咯，会见下。那明仔载，佛说无量寿经，同一时间再会。